练完后，我真的觉得全身超舒服的。可是摄影师，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远？难道你是担心我的汗臭味吗？我觉得你真的是多虑的。我有秘密武器好吗？你们知道我现在身上的毛巾还有我的衣服，从彪悍到现在都还有清新的茶香吗？我的秘密武器就是它，全明星运动会唯一指定的得意洗衣胶囊。汗本身其实是没有味道的，但它结合你身上的细菌，然后卡在你衣服那个纤维里的时候呢，你再次穿那件衣服肯定臭死了。但你拥有了它，得意洗衣胶囊后，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再发生。得意洗衣胶囊由台湾首创的异固体三星合一洗衣球的技术，一星强效去污，二星超级抑菌，三星有效洗去尘螨，让你远离过敏源。不止洗去螨，重点是还有香香豆的功能，能除臭留香。穿洗过的衣服去运动，运动后流汗运动衣比较不粘身，比较不会臭，而且还能一直闻到淡淡清新的茶树香哦。对了，得意洗衣胶囊可以洗运动机能衣哦，你可以安心的使用得意洗衣胶囊，而且它超抑菌的功能呢，不会让衣服越洗越臭哦。来，叮咚，洗完衣服了，汗臭味通通不见，好香啊！而且洗净力很强，衣服干净又有香气。如果你也是平常走路骑车很容易流汗的人的话，那我更推荐你使用得意洗衣胶囊，一颗快速有效，在下雨天晒衣服的时候也比较不会有霉味。四效合一的草树茶香胶囊，它适合会流汗与爱运动的你，而且不用喷香水，你身上也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。对了，全明星运动会唯一指定的得意洗衣胶囊，现在很多通路都会有优惠活动哦，还有一间加码折扣，期间限定，你们不要错过哦。